各位同心，大家平安，大家好。啊，我先听讲，咱遮也未上过初级班的，请举手者哈，也未上过初级班。哦 ，OK， 哦，哦，好，好。哦，嘛安尼，迄个足侪资料，我都爱阁小寡，我整理者哈，因为初级班的，我想应该咧上高级班，拢初级班上了哈，来咧听听较有啦哈。啊，无要紧，无要紧，我会做。小块的整理啦，吼，哎，因为今仔时间较短吼，今仔七十分尔，普通我的课拢爱讲两点钟才会了啦，所以我爱简洁来讲遮，讲这个讲遮吼，本来吼，我要这个题目是目前台湾的实际国际地位要让咱知影吼，啊，这个中间头啊，我拢会穿插讲吼。这个来 TCC 是什么哈 ？TCC 是台湾西部 government 哈 ，government 哈，台湾迄、那个西部重要紧哦。有这个西部 TCC 这西，足侪人常跳过讲 TC 哈 ，TC 顶面都无民政府啦，迄无迄在迄会动哦。台湾 government 顶面都无迄个民政府，咱要紧就是有这个西部民啦哈。因为民政府顶面靠 USMG 啊，美国军政府哦，啊那这里西部无去吼，就变作台湾 government 吼，顶面无人甲咱保护，咱真咧安全吼，啊伫外口拢唔惊动半行吼，就是咱是 TCG 台湾西部 government， 我们的上面有一个 USMG 甲咱吐掉咧，所以你唔免惊半行，外口讲什么什么警察单位啦，什么啥，迄伊有人惊咱三分，因为咱顶面是 USMG 吼，这这里吼，大家就要紧，这里西部这里吼，这里台湾民政府，诶，这里爱用好西部，这里就要紧吼，啊，所以爱有这里西部，咱安全啦，煞较袂讲，反正恁啊第一摆来上课，啊，感觉哇去参加这个台湾民政府，啊，唔知会安那未，然后这个民政府的下骹保证。咱是政府啦，哦，啊，顶面有一个 USMG 哈，我一直在中学做，重要紧就是这个西部这里哈民哈。啊，我昨摆伫我今仔因为时间无吼，这个开幕城市哈，咱拢会唱三条歌嘛哈。第一条是出来入记，用出来入记做咱的临时国歌哦。啊，这恁那这等于家己看了哈，因为我用这个意思就是要看讲到底。你唱的意思是啥啦吼？你唱讲啊，这是我的土地啊，就要用吼。即、這个因为今日无时间，即等于啊，哪有个家己，咱迄、那个是安那个在有这条歌出来入去做咱的国歌，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国歌啊，用这条暂时啊，这条的意义会当代表咱要得到国家这个诉求吼。最主要，我用一个例，就是这个一个孩童可自由奔跑的地方 ，where children can run free， 就是会当当咩自由自在。每一个国家拢用这个自由自在哈。你个美国国家的同款，对一个国家的同款，这里就要紧。自由自在 ，free run free， 会当很自由的哈。这個、我按过去哈，第二条是安那个唱日本国歌。是安那？为什么我们要唱日本国歌？因为这个土地是爱哦，爱个后边讲哦，不是日本的哦，日本天皇的那大日本的地啊，大日本的是日本天皇的哦，因为当时这个地是迄、那个《下关条约》将这个地完成哦，咱有他，咱恁若打出来，可能读无到，就是。这个土地是清朝的皇帝和日本的皇帝哦，不是清朝的政府和日本政府哦。政府是干哪是总经理呢啦，天皇才是董事长啊。所以中国的皇帝将这个土地不是和日本政府，是和日本天皇哦。会记得哦，这关系是哎，日本天皇土地是天皇帝的啦，清朝的皇帝的土地和。日本天皇的土地，
这个政府只不过是来管理的啦，所以这个土地还是日本天皇的，所以我们要唱日本国歌啦，哈，啊，日本国歌很足少字的呢，三十二字尔啦，哈，三十二字啦，哈，啊，咱拢有唱过，哎，你讲迄个第四代、千代、八千代、四十成员青苔生，安尼简单安尼尔啦，哈，啊，所以听起来那是全世界上第一国歌，不过不是啦，哈。不是全世界上好的歌，全世界上第一国歌，我搁过来讲，是对一个，对啊，乌干达，乌干达二十就唱了啊，吼，嘿，日本国歌还搁要唱几分钟的吼，该上乌干达，啊，我唔敢甲用出来，因为乌干达吼，这个国家足奇怪，你上网会当去当领导啊看，伊有版权。啊，我若当只甲用出来，当只唱哦，我都爱去甲立版税，吼、哦，诶、欸，这个国家特别，所以恁得当等你啊，伫电脑甲看讲乌干达国歌，你甲唱看麦，再看几秒，啊，当只啦用都爱去立税啦，吼、哦，乌干达二五秒啦，吼、哦，啊来，啊美国国歌，来，诶、欸，这个。火炮闪闪发光，炸弹轰轰作响。他们都是见证国旗安然无恙。这个美国国歌是伫美国咧反抗英国的孙所做的那个时代哦，迄背景是安尼啊，所以迄阵也咧小震呐啊，暗时砰砰叫啊，到天光起来，我们的国旗还安然哦，天光起来看咱的国旗也搁伫啊，你看新条旗还不是高啊？在这自由国家，勇士的家乡，每一个国家吼，拢咧讲自由，哦，拄啊只我咧讲迄个倒位的国家都，咱这临时国歌，啊是澳洲、Australia， 是不是？因拢一直咧讲自由啦，吼、哦，啊，所以我提这个，先让各位知影，就是讲吼，咱真也无国歌，啊，所以我讲了，恁老好朋友有音乐的，请因导我去做。啊，短短也得，免偌长啦吼。哦，啊，唱到足长啊，无啊，爱好唱，好唱啊吼。啊，所以有啊，我讲了有一半个啊，迄个有摕来好啊吼，摕来好啊。伊请因朋友做的，诶，歌有摕来好啊。啊，到时咱收集起来，啊，再来定咱的国歌啦吼。啊，说台湾翠青，这是咱进诶长老教会长老教会拢用这个来做国歌啦吼。啊，这个是伊的作者萧泰仁吼，迄、哦那个萧泰仁。可是我去啊拜托吼，伊、哦、来伊在去那个10月23号到台南啊，有去找我。啊，我讲兄弟啊，老兄，伊找我两届啦吼。啊，讲啊唔得来用做小国歌，伊讲我现在不行啦吼，爱进怎样不行呢？已经拢伫美国，哎，交互病房出出入入啦吼，身体都不好了吼，啊，所以无法度啦。我是讲讲，互各位讲啊，恁老好朋友会样做歌曲吼，啊，进来，来讲这台湾国歌省诗的是一定爱自由啦吼，啊，这个 Commonwealth， 咱别日啦吼，台湾上好的境界是啥？独立的国家，敢对？无可能啦吼，唔是讲无可能，唔是讲完蛋，应该即卖讲就是讲，日本霸天皇一个日本帝国、日本国啊，一个台湾国啦，会当做邦联尔啦吼，会当做邦联尔。哎、欸，啊，万一日本天皇啦手势也管讲，啊好啊，帮你得走啊，那咱就真正会当做国家啊呢。哦，但是迄吼，派日本天皇可能。你喺琉球，伊就硬用钱去甲，甲美国买回来，吼，伊未帮咱台湾啦，所以咱巴厘岛是 Commonwealth 邦联啦，吼，巴厘岛上好是邦联啦，吼。那像就邦联靠罗麦，那像讲，即个英国、加拿大跟英国是拢邦联啦，来，大英国协是。国际组由54个主权国家所组成的，哦，啊，因我国的四爷就像加拿大啦，迄个澳洲啦，
纽西兰啦，吼，足侪遮拢是啦，遮拢是迄、那个，或者大英国是，就是 Commonwealth 下骹，吼，有一个英国女王下骹54个国家啦，吼，啊，咱别日啦，就是可能天皇下骹一个日本，啊，一个咱，吼，这是邦联，啊是联邦，拢会使讲，吼，别日啦，咱就是这种状况下，吼。哦，纽西兰啊，纽西兰的国歌嘛是一直咧强调这个，因为歌词内底，哦 ，freedom 哈、哦，这个自由。好来，这个咱即摆呐，过去班上了，吼、哦，啊，咱就是做官员了，别日那边政府的公务人员吼、哦，啊，你爱去主持当主持师哦，啊，你这个等于大家家己，哦，今仔我无时间当个大家当家念一摆。您这会当去睇嘛？网站一开起来就是这，啊！你我有两个主张，啊，两个立场，这一定爱你爱读好熟啦。别日啦，叫你来这，阿伯来开始开会，啊，你来挖过来，啊，唱国歌，啊，唱嘿，啊了，你爱念这哦，哦，你爱念这两个，这个两个主张啊，两个立场，你爱念哈。我等于家己看了哈、哦。好来，咱这边吼。台湾民政府有设一个政治迄、那个事务局，啊一个政治局吼，这是已经过渡时期了吼。但等下我会讲用迄个已经要改做什么啥。我写这出来吼，比如讲，我内阁本部要派这一两三四个，这两三四个要去对对故宫博物院啊，四个派去。你若干那四个去吼？我派你去，都派你四个去，去故宫博物院。我给你保证，你差不多唔免一礼拜就变拍个灯来啊！你关袂落，无够通你家己的人啦。所以我用这个意思，就是要甲各位讲啥呢？你干那家一个要派去对吼，无够力。哎呀呐，恁个爱去找你的换贴的好朋友，做伙来受训，通会当得到这个资格。恁会当写志愿讲，你敢想要做伙要派去对？安尼，恁去较袂一礼拜就变撇来转来啊？这其实拢做政务官呢，哎，啊下骹遐人事务官，遐人拢头路拢也低的，啊你去也忙死了呢。你家一个去吼，啊所以我用这个意思要甲各位讲吼，你都要叫你换贴的，啊是好朋友，赶紧来上课，看别日啦，看你做伙派去倒位一个单位啦。啊！要派单位足侪呢，咱到阵4000个都还未够啦吼。反正秘书长咧讲，哦，马上要执政，哦，我听了就要昏去啊，是啊，要昏去。我无人通派嘛，嘿，啊，到派去，大家拢唔免两声就变撇来转来，啊，挨我，所以要紧。恁吼，恁今仔来上课了，爱个恁的好朋友，啊，是恁的什么人，做伙过来上课，好，介绍较侪人来上课了。做伙来上课了，啊，甲州长登记，因的主要伙伴，啊，阮就摆这个位了哈。哦，要摆的所在足多呢，哦，国土交通这足多，哦，好、哦，这有够多啦，阿哥一个叫做中央政治局，哦，这旧的啦，我讲的。家拢要无去，事务局、政治局拢要无去，即摆要改啥呢？哦，这足多啦。好啦，这是咱新的诶，迄个表啦吼。诶，行政长官下骹吼，第一个是拢算五个啦。第一个是国安理事会，啊，第二个是政府内阁，啊，这个国安。参谋联席会就是将拄啊只政治局、政治局遐人骗入来遮，政治局遐人骗来遮哦。啊，事务局遐人，哦，足侪单位啦。这去阮迄个事务局要派的单位吼，哦，行政本部、法官长署、什么后生省啦，像足侪。啊，要派对事务局要派遮尔侪单位，这是咱正式的，那执行了的迄个组织啦吼，执行了的组织。啊、所以在这用这个要出来，各位讲，哎、欸，你唔通干呐，你家己来，啊，你别日啦要去，你爱赶紧去招你的迄个好朋友，紧来上课，看你做伙拜去做官啦吼，真正要做官的吼、哦。
政务官呢，夜班出来哦，真正是安尼啦吼、哦，所以拜托拜托吼、哦，吼、哦，唔通吼我不是要分去，恁都爱搁较侪人来上课吼、哦，啊会当安尼安尼安尼，看你结伴啊做伙去赴任啦吼、哦，哦拜托各位好不好？好，拜托哈。这个吼、哦，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啥？军政时期的台湾民政府哦，主席团七个，就是国安局啊、内阁、参议院、众议院、司法院，这三个三权嘛吼、哦。参议院、众议院、司法院吼、哦，啊个来国安拢做五个单位啦。拄我遮咧讲的是一个国安政治局哦，要来遮哦，政治局要来国安参谋联席会议，啊，迄、那个事务局要来台湾民政府哦。啊，剩的够参议院、众议院，啊，含台湾司法院，这是我们执政以后的编制，就是安尼啦，吼，哎，编制就是安尼。哦，国安参谋会议，啊，这个参谋会议吼，伊的内部大概就是安尼嘛。台湾银行转型正义厅、发展委员会、重建基金会、占领当局联络厅，啊，迄、那个媒体观察厅、国安厅。啊，遮拢总是属迄个国安参谋会议，就是政治局遐人拢要派对遮。啊，这到时恁拢会当照你的志愿，啊，家己来拣。啊，阮会小可用一个性向分析，甲你派看，你伫倒位较合，安尼啦吼。用安尼咧作业的。啊，第二个就是事务局要入来遮嘛，事务局要入来要派单位倒位咧，哦。故宫博物院啊，什么统计局啊，什么内政事务所、消防总局、法制局，哦，这是第一个单位，行政本部，啊，个行政官房六州所长，后生，什么是后生劳动省，就是卫生福利部啦，哈、哦，这个哈卫、哦、生福利部，啊，农林水产省，这个内阁下卡哦，拢用省，什么省，什么省，什么省，哦，拢用省做单位了哈、哦，啊，妇幼福利省哈、哦，就是迄、那个妇女啊，含幼儿，另外，因为咱重视这个妇女啊，含这个幼儿啊，这另外成一个部了哈、哦，一个省了啊，经济生产财务货足济啊，内阁你看，个总务省、法务省、外务省、文部省、环境、国土交通局、高沙事务委员会、台湾选举委员会，哎、欸，干那内阁遐尼济啦，啊，你看。我会分去啊？未，我拢十岁要分去，无人当排嘛，也无够人啦。啊？有啊，教育有啦，一定有诶啦。文部省啊，文部省这拢跟日本同款诶，迄个咱诶制度吼、哦，一定有诶。啊，教育迄遐要紧，会使无恁？哦，啊来卡，迄个参议各三个单位，参议院、众议院。啊，含司法院，哦，啊，参议院有31名，中央啦吼，31名参议员，啊，迄个众议院有77个吼，啊，司法院，哎、欸，哦，这拄我食遐，啊，各州的，这伫咱的网站内底拢有啦吼，啊，所以恁开这個网站起来看，啊，有要用啥，啊，你爱要去倒位，啊，你赶紧，啊，你若惊去用。边片来转来，赶紧搁招你好朋友啊，做伙来上课了，都来初级班、高级班上课了，你较有资格通排哦，哦啊，所以拜托吼、哦，拜托各位赶紧过来，你好朋友紧来上课了吼。好来，这是拄我即摆过来，咱啊集成了，咱的组织是安尼啦吼，这是咱的体制，咱的组织啊，吼、哦、人都还不够了吼，拜托啊。啊、来，台湾是这个国际地位是啥啦？吼，主要来讲遮吼，这个拢总有几哪个啦？吼，哎，这第一个是当时啦，我今日时间较短，我抽几个起来讲。我先抽迄、那个啊，第二个，迄个鲍威尔，这第一个我无讲，我提第二个啦，吼，是啊，台湾不是国家。这是2004年10月的时候，那个美国的国务卿鲍威尔中东的战争，伊是以前做军人的时阵，伊去打中东的嘛吼，
啊，这年啊了，伊昨变做美国的迄个国务卿了哈，鲍威尔，伊伫倒位讲啥话呢？在北平的记者会，来，伊讲哦，台湾不是国家，台湾不享有国家主权，中华民国不是国家，台湾是美国境内，不要紧，美国对台湾有管辖治理权。美国敢对台湾有管辖治理权？也就根据在哪里？伊根据什么国际法？伊有台湾的管理权。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旧金山合约内底第23条写讲，台湾是 Chief Occupying Power， 就是美国啦。啊，我顺便讲一下 ，Chief 就是主要占领全国是。美国，啊，搁一个，下伊个附属，叫做英语叫做 subordinate， 就是附属次要是啥物人？蒋介石，吼、哦，迄是派来吼、哦，啊，等下我国公，迄是相派嘛吼，迄、哦、人有读过嘛？迄是麦克阿瑟派的迄个一号命令来底个吼，啊，所以那台湾。诶，即摆美国对台湾吼，伊无叫做中华民国安尼，伊叫即个政府叫啥？台湾治理当局哦，伊无承认伊是迄个 Republic of China 哦，哦，中华民国伊也无承认啦。你若嘿上网去美国吼，诶，美国的迄个 AIT 吼，啊要去签证，啊你咪甲拍看，甲看都无中华民国，敢若有台湾有中国，哦，中华民国已经死啊吼。是啊，有一块蒙牌，恁有看过无？伫迄个南京有一块蒙牌吼，中华民国的蒙牌伫啊，哦，是啊，世界上无迄个敖死人呢。叫做台湾 Authority， 台湾治理当局哈、哦。台湾来 Chinese 台北，这咱拢有读过 Chinese 台北，中间有迄个青里有。有迄个 Chinese 台北青里下骹吼，应该就是 Chinese government in exile in 台北，啊，拢讲 Chinese 台北，中华台北，中间吼正式的名叫做中华民国政府，这里是啥 ？exile 流亡在台北。Chinese government in exile in 台北，吼，第四，来大家做伙来读这里 exile， 啊，那日本发音是读 exile， 吼 ，exile 爱杀人，吼，啊，美国发音都爱读 exile， 吼，啊 ，exile 拢会杀人啦，吼 ，Chinese 台北，中华台北，熟悉的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啊，警告当中，我迄阵嘛讲。头啊，也唔知影这理论嘛是讲，奇怪啊！我住伫台南，啊是安开无要中华台南，啊是中华高雄用南部，拢都爱用恁台北。原来就是流亡政府一定爱去一个 city， 去一个城市，不一定去首都啦，不一定首都。哦，德兰沙什么因其伊其，不一定伫首都，去一个城市呢，袂当用迄个国家哦。嘿嘿嘿。伊是会当用城市呢，迄世界公法认定的，你流亡政府会当去到一个城市呢啦，吼。哦，中华台北就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啊，缩写的是中华台北，哈。哦，这就是这个鲍威尔讲的啦，哈。就是October 十月25，李孔孔是 in press conference 就是记者会 ，in 北京，哈，伫北京。即、这个鲍威尔讲的话吼，即第一人，所以讲台湾唔是国家，中华民国也唔是国家，以前迄阵就咧讲啊吼，啊，佫刷落来，第三个即个就唔免讲啊，即第四个，即较近的啦，我要提即个较近的来讲，即个美国吼是迄个卫生啊含公共服务部做为一部啦吼，因为是 Secretary of Health， 含 Human Service， 迄个卫生部。啊，含迄个公共服务部 ，human service 是公共服务部了哈。诶，部长和哈，这个部长叫做
Catherine Sebelius， 伊伫当时伊伫，你有冇看这个人呢？这查某吼，伊是李孔共三到李孔共九，是啥 ？Governor of Kansas， 堪萨斯州的州长呢？哦，伊做州长 ，Kansas 的州长。啊，伊做了州长做了，靠奥巴马甲派伊做卫生部长。啊，你怎去卫生部长吼？来。大概下个礼拜一，还是在下个礼拜一，特别开迄、那个，开迄个 WHA， 什么叫做 WHA？ 世界卫生组织叫做 WHO。哦，啊 WHA，A 的意思就是 Assembly， 就是会议啦。有这个组织来，啊要来开会，这叫做啊 WHA 哦 Assembly 来。哎，这个人讲安那呢？这个人吼，伊讲，我们已很清楚向世界卫生组织表明，而我认为美国的立场是，没有一个联合国的组织有片面决定台湾地位的权利。恁大家拢无管理啦，但恁别当讲呀，无去找我讲，恁做嘛会当讲呀啦？哎，美国会当讲呀，是安那？哦，啊伊也无要讲个较清楚嘞，讲啊台湾就是根据九三合约二三条，台湾就是我占领的所在啦。伊人讲国嘞无，大家继续清楚哦。啊，美国啊，反正拢讲话拢讲迄个一半个，啊，也无要甲你讲伊讲啊，就是这样，哦，就是这样，安尼啦吼。哦，伊讲哦，恁什么人都拢袂使讲台湾是安那，台湾要主张要主张是啥？我美国会当黑咧啦吼，这是。第四点，这个讲的啦吼。好来，我来小可讲一下 WHO 跟 WHA 哦。WHO 就是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机构，这个 organization 就是机构，世界卫生组织哦。啊 ，WHA 咧是 World Health Assembly 大会，啊，这大会是每一单开一摆，每一单开一摆，谁来开？所有国家的卫生部长来开的会叫做 WHA 啦，哦，所以人来讲 WHO、WHA， 你即摆爱搞清楚，什么 WHO， 什么是 WHA， 哦，哎 ，A 就是逐当咧开会，应该是五月第二礼拜啦，应该拄好无即过来，迄个拜开始，哦，啊是国过迄个因咧叫声，啊是国过迄个拜啦，啊搁开一礼拜啦，吼，啊我。较早，六档嘛，吼、哦，我去日内瓦，去五六档呢，上少六档，去遐抗议，去 WHA， 哦，你知影 WHA 吼、哦，就是咧开会期间去抗议，讲啊，台湾是安那较袂当加入，啊，是毋是啊？啊，以后即摆来遮了，较知影讲，啊，台湾都毋是国家，我当面甲秘书你讲，啊，你又唔较早讲咧。你要较早讲，我知影，我台湾都唔是国家，唔免特地去遐咧。台湾要加入 WHA 啦，什么啥，当咩话？哦，啊，拢计划的啦，吼、哦。诶、欸，我去六档的。哦，这就是迄个大会啦，这大会啊，边啊，这有庞天喜啦，吼、哦。啊去啊，倒爱去请庞天正呢。哇、哦，啊，中国遐吼、哦，有哪偌用个学生去甲咱抢？庞天正五十几张呢，咧，我都爱抢个呢，透早都爱去排队呢，哦，爱抢，啊，拄啊一档啦，一档，拄啊迄阵SARS迄阵啦，SARS迄阵吼，哦啊，这个中国的迄个卫生部长叫做高强，卫生部长，哦，伊他妈臭蛋咧，臭蛋啥呢？台湾的肯公是阮咧负责的，台湾的 SARS 是我们指导他们在防SARS的。啊，是不是？讲到嘴角全破了。我们是血脉相连，是不是？好、哦、啊，我有那听嘞，我有那黑骨白恁咪少，我当爬起来。我伫这边上才发爬起来，甲话讲来呀、啊，来呀、啊，英语啦吼，中文叫做说谎者，讲白话。哦，啊，讲来安那，警察就随我来啊，你看，警察就随联合国，警察就随我来噶。哦，啊好个在我，伊我那尊重我穿白衫医生吼，啊我口罩紧挂嘞，啊搁等伊坐嘞啦吼，哎、欸，这就是我迄、那个，这《中华日报》第一版呢，啊搁一个迄、那个《中国时报》啊第一版呢，讲四位彭丁席上呛声，新楼院长红了，哎、欸，啊意思是我个呛声啊，啊医生都啊第
报纸诶第一版都啊，这两个都啊甲我报，这两个报纸我捌上第一版啦吼，诶，但是。啊，即卖都无效咧，咱嘛知影咱即个华理了吼，去迄拢假啦，迄拢假，拢无效啦。那阵即卖，还搁咧联合国促进会有无？还咧招要去几月、九月还是几月要去纽约，要去唱声？哎，你都唔是国家，你都别当家，你把你是要去。哦，讲迄是唔知影，讲古早无这个理论，迄个秘书长还未发表这个，哦啊，所以唔知影戆戆去撸啊，吼、哦、啊，即摆知影啦，哦，教会公报啊是迄、那個，来，迄是第四项咧讲迄个美国卫生部长咧讲的话啦，吼、哦，伊讲恁世界每一个联合国国家的人吼，拢无管理通迄哦。哦，无管理通讲台湾是啥，干那阮美国有法度尔吼。啊来，啊最后一个我要告诉各位知影，台湾的地位是啥物？来，台湾的法律地位仍是被占领的领土。来，这是去年吼，是当前六月七号，朱西伯写个诶，礼拜日有一篇报道，啊，这篇报道写哪呢？是安那靠这种报道呢？因为迄阵吼，即个习近平吼，去年迄阵六月，习近平都要去访问奥巴马，啊，美国吼都将一挂迄个解禁吼的档案吼，紧写出来，这拢解禁的档案嘛，写讲，台湾不是你们中国的呢。我放一挂遮出来啦，迄美国先伫习近平要去的中间，就一直讲遮啦吼。迄、那个，即啥欧习会全球注意啦吼，是不是？爱就讲啥，台湾在法律上不是中华民国的，啊嘛唔是你中国的啦，吼。这伫美国的，迄、那个国务院发表的迄个秘密档案解禁的哦，出来，拢一直要和习近平知影讲，你唔能够讲来家要偷台湾，什么啥哦？台湾不是你们的哦，啊唔是中华民国的，啊唔是中国的哦。啊，所以伫家来，我最后用这张来跟各位讲，这张写讲来看下，台湾的来大家做位来读，台湾的法律地位仍是被占领的领土，台湾是啥？互相占领的领土。美国啊，主权是啥个？日本天皇是放弃管辖权尔吼。旧金山和平条约，恁会记哩？敢那哦，迄足侪条，二七条，恁唔免记个很侪条，恁记三条得。恁写个咧，第二条 B， 二 B， 好来，啊来过来，四 B， 搁过来，二十三，三条得，二 B 写啥？二 B 就是讲日本放弃台湾的管辖权，哦，这是二 B 讲的。四 B 讲啥？讲 USMG， 美国军政府咧管辖日本台湾的，哦，英语写较足清楚，你若去现迄个主要讲 Chief Occupying Power 啊，主要的管理者就是美国啦，哦，啊 ，Subordinate 是。蒋介石啦，蒋介石集团是次要的，伊委托伊来遐啦吼，啊所以，来这个台湾的法律地位仍是被占领的领土。来，直接用这个简单的英语吼，用这個简单的英语 ，People on Taiwan， 啊讲 People of Taiwan， 这只是查小看啦，一个 on， 啊一个 off。People on Taiwan 是啥意思？嗯，就是住在这啦，吼。马英九是不是 people on Taiwan？ 是啊，那不是，他也是 on Taiwan 呐、啊。住在台湾这的人叫做 people on Taiwan。马英九啊，是伊那难民带来遐迄个退，拢是 people on Taiwan。啊，那 people of Taiwan 呢？正港的台湾人，本土台湾人。啊，这个吼，这个要对当时开始算起呢，你那是伫来下来，1945年9月2号，
1945年九月初二以前，住伫台湾的人叫做 People of Taiwan， 啊，遐个人的子孙，拢叫做 People of Taiwan， 拢本土台湾人。哦，用1945九月初二做标准，1945年9月2号当标准。恁呐，恁的阿公，恁的阿祖，那是迄阵是 People of Taiwan， 你就是 People of Taiwan。哦，安怎样？本土的台湾人安怎样？然后，所以这个 People of Taiwan， 你们看一个 of 啊，一个 on 名，差足侪啦吼。来，台湾这块土地是谁的？来，第二条写讲，我昨暝去迄个胡伦社咧演讲啦吼，啊那问这条讲，台湾是住在台湾台湾是住伫台湾的人的，对，举手。台湾是住伫台湾的人的，一百个举手。大家拢讲台湾当然是住伫台湾的人的啊，哦，啊我是，啊个刷来讲，这条秘书长有讲过，国宾饭店是住伫国宾饭店的人的，对无？是啊，那唔对。哦，对啦，对啦，人家有的拢知影啦吼，虽然无读过初级班，恁这也拢知影，这足要紧的，就是你有国宾饭店的所有权证无？啊是经营权证无？经营权证，吼无吼？台湾你是，你讲你是台湾人，你安那讲你是台湾人？台湾兼是你的，咱无半项所有权嘛，吼？台湾的所有人证呢，治理管辖权呢，要从华理及国际条约、国际条约来吹啦吼，哦，国唔通干那用感情因素，还是政治语言？什么叫做政治语言？台湾是到底台湾人的人对不？啊对，啊咧选举啊，哦啊对，拍牌啊，哦那是台湾人咧，唔是因咧阿山还是什么？台湾是台湾人的，好啊，大家拍牌啊，这是政治语言啦，咱卖用的，咱用法律。事实上的法律来讲啦，啊，法律要对对吹，对什么国际条约嘛，哦，来，国际条约有讲着台湾的土地的所有权是对对开始。嗯，我很在意讲吼，我即摆拢讲下关条约，因为什么条约，就是伫什么所在签的，说，叫做什么条约啦？这条是伫日本的西蒙诺设计签的条约，叫做西蒙诺设计。垂体下关条约，啊，唔知阮清时那个甲变做马关，你也知？哦，我唔知。反正照讲个就是迄个西蒙诺设计条约啦，吼、哦，下关。来，1895年4月17日，即日就是啥？下关约签约个日啦，吼、哦，欸您敢知影甲午战争是为了什么引起的哈？啊？对吼，为了朝鲜的噻。啊？是安那个为了朝鲜？甲午战争是安那引起的？甲午战争一共的对了，因为朝鲜政府不爱和满清管，啊去甲日本迄阵拄啊，迄个土墙料吼，规个西化料强起来，伊去甲日本讲，欸啊，我无爱互中国吼，啊无你来甲我来互你管啦，安尼啦，爱要互日本管啦。家己因遐人讲爱要日本管，啊日本就好，即个时阵才当要试看卖咧，啊就牵中国去小战啦，唔知影两日啦，尔中国叫拍甲东倒西歪啦吼，啊甲成立下关条约，下关条约第一条吼，下讲准朝鲜独立，第一条哦，第二条甲下讲割让。台湾、澎湖，哦，阿个辽东半岛，挂三个所在，和日本呢，日本天皇呢，三个所在哦，个辽东半岛哦，哦，恁有读过嘛吼？是安那开始挂辽东的嘛？迄足要紧的一个湾吼，啊，是安辽东半岛，到尾爱国行义是安那？因为辽东半岛是清朝的固有领土。固有领土未使分割，哦，诶，叫
固有领土不能分割哦，袂当讲啊，所以辽东半岛切落去，迄苏联啊、德国啊，就出来讲，辽东半岛是迄个清朝的迄个固有领土，你不行占领这个，啊，到尾日本阁赔几千万，不，还完全阁赔几千万给日本，啊，甲将迄个嫌疑，啊，迄几千万吼，照历史的记载吼，伊曾去这个。京都、京都地带啦，东京诶，京都帝国大学拢用这条几千万的钱去起的啦。迄阵敢若有东京地带呢？伊用这条钱去起京都地带啦，这是小可互咱诶历史上是安尼写，用这条钱去起啦。京都帝国大学。哦，下关条约来，主要是啥呢？大日本、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对。大日本大皇帝哦，拢是皇土地是皇帝的啊，所以就要送就送给皇帝啦吼。哦，所以皇帝送皇帝哦，唔是讲政府迄个完全政府。阿哥，迄个第四时代拢是就是当首长啦，迄个政府是当首长委托的。来管理的吼，所以土地所有权人拢是皇帝的吼。哦，这原文啦吼，下关条约1895年4月17号，迄原文拢有写得足清楚，就是皇帝对皇帝啦吼，这是原文啦吼。好来，啊。中国迄个是李鸿章啦，李鸿章啦，到尾头啊清啊，到尾拢专门咧跟人写条约的啦吼。啊，这因囝呢，这个李金芳是因第二后生啦，是迄个李鸿章的第二后生李金芳啦吼。好来，你看第一条就写讲，中国人民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国啦吼。哦，是为着甲午战争是为着朝鲜引起的。第一条写讲朝鲜独立，啊，事实上叫独立，无呢？人互日本管呢？哦，人日本咧甲管的吼，太上皇。哦，来第二条甲写讲，这个辽东半岛，啊，含台湾，啊，含澎湖、Pescado 加这三个互日本啦，吼、哦，这拄仔只讲过啦，吼、哦。啊来啊，不要紧济啦，这。好来，这时间来记咧吼，1985年4月17日啦吼，1985年4月17日 ，Treaty of Shimonoseki 吼，完全叫做马关条约，实在是叫做下关 Shimonoseki 啊，下关吼。哦，啊，因为下关条约关于辽东半岛割让于日本是违反国际法，固有领土神圣不可分割，啊，苏联、法国、德国提出抗议，和日本。伫搁定一个，搁定一个条约，叫做《辽南条约》，啊，这个《辽南条约》就是将辽东半岛又还给满清了哈。来，土地哈，我土地拢总有两种，哦，一种是叫做领土，哦 ，territory， 啊，一种叫做迄个 colony， 殖民，土地分两种样啦，哈，哎，啊。领土就是领土啦，啊，上面可以加好多形容词了。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啊是固有的领土，迄种形容词。后壁就是领土，就是袂使分割的。哦，啊那殖民地咧，可以割让，可以割让。哦，那阵美国跟西班牙战争，西班牙输了，哦，啊就美西战争，啊就挂下 Puerto Rico， 啊第二 Cuba， 第三 Guam。菲律宾变西班牙的殖民地，割让给美国做美国的殖民地啊！哦，殖民地是会当割让，啊，领土嘞，袂当哦。哦，我就爱强调一点，领土是不能割让的哦。我想想看，一直咧强调这呢，这个到尾吼，台湾因为1945年4月7日，台湾变作啥？宪法实施于台湾呐，变作
日本的固有领土呢？一点人爱讲啊，变成日本的固有领土，会使甲分割呢？未？世界战争法内底，你若是领土，拢未使甲你分割呢。所以台湾会当讲要分割是啥物？未当，未当。世界法内底拢规定未当。我一直咧强调，这就是要让恁头壳会清楚。台湾是已经是日本的领土，1945年4月7日，吼、哦，已经宪法实施在台湾，台湾已经成为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不能分割，哦，啊、所以讲台湾要搞像，我国际上和平条约里面写讲，日本放弃台湾的管辖权呢，他还有迄个义务，这个土地是伊的呢，伊是放弃管辖权呢，哦。那阵这间公司，啊，就经营了无好，啊，来，好、哦、来，我帮我你做，差不多迄个意思，同款啦，帮我你做，但是还佫敢是你的 ，no， 还佫是我的，我都做了无好，帮我你做管辖权，哦，我无要管，但是还佫是还佫是我的，吼、哦，这头壳爱等我对了，吼、哦，啊，古早台湾是佮安尼嘛，吼、哦，这啊这边是高沙族的嘛，啊，迄、那个。甲午战争下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天皇，是看割让一切行政权者呢，家拢无割让嘛，伊啥伊管无着啊，清朝管无着，哦，啊，唔卡系日本人呐，哦，对，1895到了20冬啦，卡将台湾完全征服，哦，1985到，对啊对啊不，哎，拍遐哎足用个呢。那个高沙族就用的哦，固了，怕就固了哈。我工作等来，哎、欸，麦克阿塞哦，足切台湾阿塞是唔是的？那时阵去的兵哦，拢高沙族去的。啊，兵叫高沙族，那日本军人去冲啊！麦克阿塞第一败失败就是台湾的兵去个怕，也兵是拢是。高沙族的啦，作用的嘛，大家吼，你看，哎，大家要走，现在作用的，所以麦克阿塞吼，足惊台湾兵啊，对，为讲到等下，就是迄阵时啊，那个麦克阿塞主张讲，唔通等下拍台湾，爱去拍琉球，哦，就是啊，伊那惊啦，惊啦，惊，哎，惊这，啊，海西吼，海西迄阵风声讲要攻台湾嘛，像日本吼，咱将迄个完全遐的两师的迄个精兵吼。拢调转来台湾呢？你若较迄阵日本的兵拢转来台湾要防守，结果拢屯塞，安屯塞，伊就无来攻台湾嘛。啊，张海西完全也去予苏联占去个，无军队啊，吼、哦，这是为左个咧讲个啦，吼、哦。好来，这个皇民化这就要紧吼，1939到1945皇民化，我要讲这个皇民化来。恁拢知影日本的北海道，敢是本来日本的？唔是哦，北海道有那是去予日本占去，啊了，日本甲皇民化，改日本为改向下，啊个宪法实施在北海道，所以北海道变作日本的固有领土哦。台湾也是已经皇民化了啦，啊是1945年4月7日啊变作日本的。固有领土啦，吼，也是这个情形，北海道也是啦，安也是啦，伊拢照这个方案哦。好，4月7日，安那日本天皇下诏书，大日本帝国宪法实施于台湾，并说下4月7日在台征兵，当时台湾人开始有参政权、参战权，台湾依法变成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地。较早。要袂4月7日以前调去做兵的，都叫做啥？军夫啦，吼，咱捌听到军夫啦。啊，若4月7日以后去的皇军呢？哦，就是变作日本的固有领土啦，吼，台湾。啊，所以对遮去做兵的是皇军啦呢，吼，知影？所以迄个抽兵吼，是毋是领土？迄差足侪嘛，吼，伊告慰皇军，啊，无得，哦，迄个。无名分嘛，那不是领土调去的兵，迄无名分啦吼。我看这个 Portsmouth， 这个您敢知影这个条约？敢知影这个条约？这是
这是日落战争啦，日落西亚路，那你准讲苏联讲叫做路，罗西亚哈路，哦日现在黑了，日露战争，哦啊日露战争，啊日露战争是什么原因？就是嘛是日本的诶舰队吼开始用起啦，啊对迄个苏联呛声，苏联讲好要拍来拍，啊伊从对地中海呀。钓鱼的，伊迄阵足强的地中海，诶，舰队迄阵少算地中海啊，上强的所迄个罗西亚诶迄个舰队，射要几个月，甲射到，诶，射到太平洋遮来，日本伫遐等伊，一暗呢，罢了了，啊，所以你苏联长导航，啊，导航就一定爱人出来讲和嘛，啊，较无人通讲和，较靠美国的。美国的总统出来讲和，伫 Portsmouth 来，诶、欸，好、哦、来有，伫这个有啦，伫这个 Portsmouth 这个所在吼，就是 New Hampshire 新，对 New Hampshire 都伫美国的迄个 Massachusetts Boston 的对面遐，这个州叫做 New Hampshire 啦吼。阮读册的时阵，我伫 Boston 读册啊。啊，所以去遮在牛汉社有一个好处，免税。阮电视、买电锅、买啥物事拢免税。啊，伫波士顿拢爱税啊。哦，你买物件爱税。啊，在牛汉社，伊都住伫 Portsmouth 这个所在定条约的，所以这个叫这个条约叫做 Portsmouth， 这个 Portsmouth Treaty， 就是普兹茅斯条约。哦，伫什么所在定的条约？叫做就是用迄个所在的名叫啦。我用这个是要讲一个北方四岛的问题啦吼，和各位小可参考一下吼。北方四岛吼，迄个就是讲这个啊，来北方四岛，恁小可清楚一下。日本有去甲美国去甲苏联要讨北方四岛嘛？啊，到尾讨的是讲应该是四地拢是日本的啊。啊，苏联吼有人足尴尬的，讲好啦，啊无两地行李啦。啊，两地，哦，一个，哦，人一人分一半安尼啦，哦，啊，那你看要答应无？我将迄情形互你看，即四地啦 ，A、B、C、D 啦 ，B 很大地 ，C 很大地，伊讲啊，即、這个 A、B 行李啦，哦，一半，啊，伊讲一半啦，一半行李啦，来，你来看，第一地。A 较一百尔啦 ，B 二啊五 ，C 嘞千五 ，D 嘞三千二，吼、哦，还差足济啦吼。哎、欸，阿姨讲，一半本，一半行李，一半行李，有啦。当然日本无答应啊吼，哎、欸，日本当然无啊。啊，所以一个行嘞，这四地一个拢是苏联占的呢，哎、欸，拢是苏联一个占掉嘞吼。即、這个伊讲要一半本啦，要行人啊都有影，苏联弄啦，介紧俏，哦，迄当时。讲当时伊跟日本有迄个互不侵犯条约呢，日苏互不侵犯条约呢，伊嘛是照常甲东北甲结落去。哦，伊即摆德国甲战争了啊，伊无后顾之忧啦。伊来这边，伊想讲啊，咱都一个一冬靠到迄个友好条约靠结束个，迄签五冬嘛，啊四冬尔，四冬尔，一个一冬嘞。啊，违约伊啊，管你咧违约，伊都甲你占落去。迄阵日本拄啊，遐军队拢逃走啊，逃转来台湾啊。唔看满洲一暗都叫占到啊，吼、哦，迄是安尼，小块历史是安尼啦，吼、哦。哦，来到开罗宣言吼、哦，这开罗宣言实在是够讲，这是宣言俩，唔是条约啦，吼、哦，实在是讲无效啦。啊，当时讲的话吼，也是足侪无效的啦，吼、哦。诶，比如讲。哎，伊足爱用讲日本对中国偷得的所有领土，什么偷嘞？敢不是偷？哎，伊讲，哎，正经迄个清朝的皇帝将这个挂予日本皇帝，较会当讲人偷嘞，人是正式，哎，正式摕到所有权的啦，吼。迄个开罗宣言吼，有写讲，迄个琉球吼，琉球。占领由原先的中美中共管的构想，开罗宣言下美中共管哦，开罗宣言有下哦，
美中共管，到位有无？声音就无好嘛。你那个旧金山有写到这无？有写到美国单独。单独管理，写了是写美国单独。泰罗先生讲的无好啦，写在旧金山合约正式写是写美国啦。啊，你泰罗先生呢？有写我写讲美国跟中国共管琉球呢？嘿，所以泰罗先生法律上无好，那是先言尔啦吼。来，搁一个，迄个，来，泰罗先生吼，咱写来。那个开罗宣言是当时，来你讲嘞，十月二七啦吼，因为十月二二到二六开会啦，啊，开会了二七，他写讲开罗宣言，但是世界上的历史上吼，写开罗宣言是写伫当时，日期写当时，你唔知怎样无？这是伪造话咧讲的，写当时。十二月初一啦，啊，写那个写十二月初一，啊，明明就开罗宣言的到二六二二到二六开会二七的发表开罗宣言啦，但是世界上写讲十二月初是安那，因为当时苏联的斯大林讲，然后迄个吼参加，恁爸母爱去开会啦，啊，所以唔啊三个尔，中国、美国、英国，有蒋介石伊就无爱参加啦。啊！美国也无法度讲啊！啊！你了吼，了卡了，蒋介石等于了，你卡过来开会，你卡来开会，这个叫做特赫人。开罗是伫埃及啦吼，啊！蒋介石等于了，过日伊就跟哥斯达林参加变作苏联啊，美国、英国吼、哦、三个国家。同样的议题啦，遐拢都叫一个斯大林讲哦，加我拢同意。他变作叫做德黑兰，德黑兰是伊朗的首都嘛，哦，啊叫做德黑兰，跟开罗宣言一模一样，哦，啊所以是变作，哦，啊所以开罗宣言吼，那叫迄个因的下哦，弄下下呢，连开罗宣言因都甲讲是十二月初一哈。哎、欸，这是反正啊，考试有小夸。哎、欸，啊，罗开罗宣言是十一月二七的，啊，佮写十二月七，唔对，是对啦，吼、哦，就是迄会议同款。你即马知影即、這个，我咧解释即，恁知影即个原因，就是迄、那个会议的内容同款，啊，是变斯大林下来，即个德黑兰即、這个，吼、哦，哎、欸，十二月七日哈。我是到几十四十。四十分，哦，我存无偌久。来，我小哥，哦，来，这是开罗宣言，德黑兰，哦，十二月七，啊，日本天皇下诏书，这个重要紧哦，这个记得哦，1945四月七，哦，是天皇下诏书，伫台湾的日，是咱台湾重要紧的一个日，四月七，哈、哦，啊，来，详细，1944六月六号，诺曼底克大登陆，哦，迄叫做 D Day， 迄一日要啊，登陆了，无一当德国就投降了啦吼。迄、那个来，再过来，1945年五月初八，吼、哦，也未到一当嘞，德国就投降了啦吼。啊，日本家己在冻到到当时，什么九月嘞？八月十五啦。好来，来，我解释波茨坦宣言，恁记嘞？波茨坦宣言吼，吼、哦、是。是迄个劝降书啦，你知道？波茨坦宣言，你记得？波茨坦宣言就是劝降书，什么劝降？因遐联合起来叫日本讲，哎、欸，你紧投降，啊，你若投降哦，我军队啊唔甲你抬，啊，工厂啊唔甲你灭，啊，什么啥？你紧投降嘞，我逐项拢互你优厚。波茨坦就是咧写这個啦，唔过潘文第八条有写着，波茨坦的宣言第八条有写讲要尊重。实行开罗宣言啦，伊波茨坦呢第八条有写着讲要尊重开罗宣言，哦，啊，所以恁波茨坦宣言恁免管啥，就是要劝降书劝日本，啊，日本伫八月十日，就透过迄个瑞士讲啊，你去甲因讲啦，我接受波茨坦宣言，就是要安那，接受就是要安那，要投降啦嘛，哦，来。
好啦，这怎样解读？迄个八月初六广岛，啊，八月初九那个萨基哦，第二粒。哎呀，吼、哦！我这有这拄我脚讲的，入师傅不侵犯条约，要搁等下四当年，伊就照常，迄阵就甲结对啦，迄阵就伊就跟德国得了啊，吼、哦。来，麦克阿塞，我爱用几分钟啊讲这个麦克阿萨的这个第一号命令是咧讲啥吼？麦克阿萨这个拢总第一号命令有十三条，第一条讲到啥呢？第一条讲到三位，第一。中国这个所在，哦，满清独啊，满清政府独，满洲这个政府地方，中国啊，台湾啊，含北越三个所在，和你蒋介石去安那，唔是要和你呢，和你蒋介石去接受日本军的投降，这听有无？接受投降尔啦，来啊，伊个满洲想去接受，苏联接受满洲。啊，含北韩呐、啊，哦，北韩是哦，伊啊，只有命令拢写较足清楚啦，吼、哦，哦，满洲啊，含迄、那个，迄、那个朝北朝鲜库页岛，就是苏维埃的迄、那个，啊，什么到位，什么像蒙巴顿到位吼，什么泰国个缅甸，什么像拢像蒙巴，台湾，迄、那个蒋介石有去接受，有写讲三个所在嘛。有话中国，你蒋介石来接收；台湾你来接收，北越你来接收。伊有去北越无？啊？咱拢无读到吼。事实上，伊有去北越啦。派一个做啊，迄、那个卢汉，迄、那个将军带二十万人去个。啊，因为去啥呢？二十万人去有去北越，啊，毋过北越啊，当咧饥荒，人遐在咧无通食啦，啊，伊个军队嘛无通食，啊，所以去半当就调转去中国小镇啦吼。啊，来台湾咧，哦，有够好。糖啊，有米啊，有大项有，咱有够平稳。这个吼、哦，去占的这张图吼、哦，去占地吼、哦，你旧金山约签了吼，刀客回来拢爱离开呢。蒋介石有离开无？伊都无位通走啊！伊条中国的书记啊，伊无位通走啦。所以咱看台湾足平稳啦，有影有够平稳呢。哦，我叫用占到即咩，也阁唔走啊。人迄大家拢走了，拄仔只咧讲个啊，什么北韩啦、嘛独立啦，倒位嘛独立啦，倒位嘛韩国、什么泰国，什么各位拢独立啦，拄仔干那台湾有够歹运啦，咱是足歹运个啦吼。哦啊，迄阵只个人，哦，卢汉带二十万部下去北越啦吼、哦。啊，并且啊，直到过当半当年啦，啊，就开始派台语来啦吼、哦。啊，只台湾人个代表里面拢在林茂生，即几个啊拢。二二八都聪明无啦吼，都聪明无死个，高雄养院创始人啊，头前去三个拢二二八拢去用，哦，咧做代表啊，咧去接受台湾的啊，来，这个剩两三分钟尔，我来讲这个一下吼，这大家爱注意一下，迄、那个盟军在台北接受日军投降，终战日一直被蒙骗为光复节啦吼，拢是，敢是光复节？哎，骗人诶！啊，来，1946年1月12号，这个杰山市1297号训令，下讲啥呢？下讲将所有的日本台湾人变为中国人，会使用公文命令讲台湾人变作中国人呢？这是用命令的。看世界国法，哦，这张是伊的原文啦吼，一二，迄阵1297啦吼，迄阵咧讲，迄阵反着有人写讲397吼，唔对啦吼，是1297啦，一二换作三啦吼，这就啊来，迄、那个国际变更应该符合自动意愿合法，有无？无啊，刚才一张公文就去啦，啊，这个吼了美国英国也有抗议啦吼，啊，美国也有抗议啦。应后与日本订立和平条约后，其他正式外交手续后，因此台湾虽以为中国政府统治，英国政府欠难同意，台湾人民愿意恢复中国国籍。英国也出来抗议，啊，美国咧嘛是抗议，啊，国民党政府讲呐，为方便管理之暂时措施，暂时告禁啦，哦，暂时啊，这暂时措施的啦，哦，对啦，啊，这个暂时啊，伊甲美国回答讲暂时啦，哈。
我用一分钟哦，在讲这个，恁迄、那个我看看。这个哎，小弟嘞，这个法律哈、哦，军事占领不得移转占领地主权哈、哦，这第一条，另外记这两条啦，第一条跟第二条，啊，这第一条哈、哦，有写个足清楚，对对出来哈、哦，美国迄个陆军野战所第六章占领第一节这一对，这哦，军事占领不得移转占领地主权，中华民国来占领家，未当移转主权了哈、哦，啊，第二条写讲。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哦，伊来台湾袂当就地合法，即世界公法内底。来，这张各位看一下，你看这张图，咱拢有看过，这张图是啥图？马英九连任的时阵啦，吼，伫总统府内底翕的相啦，吼，啊，这张相有这个，这是啥？啊？唔是啦，迄个有车轮机啊，迄。我讲，因吼，马英九有人知影讲，爱成立台湾民政府啦。伊用这个就是要做台湾民政府的旗啊，你敢知？有人笑笑。啊，不，你看伊拉克迄阵嘛是二三十个做伊拉克民政府，啊，到尾美国的互相，拄啊只秘书长有当啊前阵有讲过啦。咱去甲告，伊绝对用这个去甲告这个民政府，绝对迄个分予咱这个台湾民政府啦。嘿啦，吼，所以安心啦。你唔能去外口遐，咱生，我迄阵前个月我讲生四个囝尔，即摆拄我只秘书长讲生七个啦，吼，哎，拢唔茫用怪伊。上要紧就是会行这个，会行这个咱甲告这个啦，会用这个咱民政府啦，哦。咱民政府啊，所以外口遐什么台湾政府，什么黑白，什么皇家宝座，这啥，迄拢无甲抓，会记哩，伊绝对会好咱吼。啊，搁一项，迄、那个伫网络顶面吼，最近昨有写有，恁爱登去看，迄、那个台湾迄、那个什么，我也不能讲什么话吼、哦，什么吼、哦，单单讲嘞，什么大陆啦，吼、哦，未使讲，中国就是中国，吼、哦，啊，唔能讲日本。占领台湾五十档，是不是？这款话，咱若知影法律了，就袂使阁黑白讲话。即话我今日我有本来有印出来啊，伫内底。恁若有 USB， 我的资料拢伫迄内底，恁会当去甲，我拢印伫迄内底，足还阁足侪资料啦吼，拢印伫内底。啊，恁家己去甲扩起来，这是毋是我私人财产？公共财，大家拢会当去啊，甲印迄出来吼。时间无够，我用安尼简单。哦，感谢各位做分享，多谢各位，谢谢。啊，各位同学，咱下课要剩十分钟，好，下课休息十分钟。等一下10:50上课，等一下10:50上课。明天3:30，明天下午3:30下课后，有要搭车去高铁或者火车站，还有统联那些的，去前面一楼办公室缴交通费，啊，登记一下。好，明天下午下课后3:30，还有要搭车去搭高铁啊，火车站还有那个统联之类的哈，去现在去前面一楼办公室缴那个缴费跟登记一下，谢谢。